我真的要看具體內容，如果就真的要看整個過程，即等於我們看當時有關僭建的問題一樣，到底是那個是要去到什麼程度的處罰不處罰呢？其實你看到真的要去到最後才知道的情況，我到現在今天我不能夠做一個由我在旁邊的人去做一個判斷。